欢迎回来。民国100年度电视金钟奖入围名单今天出炉，本届的特别奖是颁给有台湾电视综艺教父之称的黄义雄先生。而在个人奖项部分，戏剧节目男主角入围呼声较高的有犀利人妻的温升豪和最后决定爱上你的张孝全，而女主角入围的则有犀利人妻的隋唐和我的完美男人的天心等共同角逐。3、2、1，请唱。100年金钟奖共有32个奖项，151件作品入围，台湾电视综艺教父黄义雄先生荣获本届特别奖。而备受大家关注的戏剧节目女主角奖入围的有，戏剧节目女主角奖入围的有天心，我的完美男人，第二位是隋唐，戏剧人妻三立。入围女主角的还有秀琴《我爱美金》，姚涵宜《云顶天很蓝》，以及赖雅妍《瑰宝1949》。入围戏剧节目男主角则有温升豪《犀利人妻》，张孝全《最后决定爱上你》，金世杰《瑰宝1949》，潘玮柏《爱无限》和龙少华《路边董事长》。入围戏剧节目奖的节目有《犀利人妻》《最后决定爱上你》，《瑰宝1949》，客家剧场《云顶天很蓝》，以及《就是要相恋》。因为你知道手握名单还蛮可怕的一件事情，第一次公布。恭喜隋唐啊，我觉得现在入围了，然后当然是希望可以得奖，但是入围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肯定了，然后隋唐加油。新唐人亚太电视陈辉模陈雨萍台湾台北报道。